欢迎来到三千绘画。大家好，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一幅测试性格的图画。第一眼你看到的是女人的脸，还是兔子？想做你回家时路过的灯，想和你手舞足蹈的灯，想化成吹在你脸上的风，想变成你今天晚上的梦，想做你回家时路过的灯，想和你手舞足蹈的灯，想化成吹在你脸上的风，想变成你今天晚上的梦，想做你回家时路过的灯，想和你手舞足蹈的灯，想化成吹在你脸上的风。